我们要去哪里呀？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，那里风景堪称一绝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你说我们像不像前任若有情侣们的华仔和啾啾啊？华仔，我好喜欢你呀！你只喜欢华仔，我都帅啊！抱紧我，我要加速了。 你没事吧？我来帮你。没事吧？看哪里受伤没有？啊！你的腿！啊！哎，我们这么空手去不好吧？ 要不要去买点水果啊？他本来伤就不重，为了方便谈恋爱，非要住院。我能来看他，给他带衣服就不错了，还给他买水果，要去自己去。哼，臭脾气！别管他，咱们去吧。嗯。到那边去看看。嗯。 不是你那样的，来看我啊！要用到腰的力量。你那个算什么？起跳前还跺下脚，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吗？<笑>那我自己试一下。你自己试一下。哎呦，够不到。行了，别跳了，万一韧带拉伤了，那你就是皇军第二了。 吉他呢？音箱呢？你说话！我不是让你给我带回来吗？干啥呢？我看你长得像个吉他。哎，你说说你啊！这马上就打比赛了，你这个时候把这一份伤了，谁打后卫啊？啊，我问你，谁打后卫？你疼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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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
我要知道还是十一对我好。没事吧？没事。你现在好了？啊，疼疼疼疼疼！别动，别动。这么严重吗？对，医生说我还得再多住院观察几天。哎，你看这儿，快看这儿，没事没事，过几天就好了。没事，你放心吧。哎呀，这个腿啊，多亏了他照顾，要不然就要腿就废了。 你们都口渴了吧？我去给你们接点水吧。哎，等等，我也去。老大，借点热呀。好。借点热的。